过来拿两台这种哈、性价比很高的哈、这种 Z Flip 三，256G 的，1000多的哈、现在1000多就可以拿到手了。欧版的 Z Flip 三哈、这个小折叠256G 的，我查一点了，查一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、有一点点哦。我们点侧机来看一下这个踩点在哪里，这样就能看得清楚一点了，看到没有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好好、就这一点。但是呢它整体的话是不影响使用的，它后期呢也不会扩大哈、现在这种256G 我们拿货多少钱呢？啊，老板娘，你这个出多少啊？这个踩点的踩点的1200，好便宜啊。这个也是点的哈，也是256G 欧版的，这个是金色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点在哪里哈，点在哪里呢？找一下，基本上也看不出来这个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啊？在这里这样边边的，一点点一点点，这个真的是你不仔细看的话都看不出来的。这个金色啊，如果喜欢小折叠要性价比高的话，哎，这种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黑一点的多少钱呢？这个黑一点的多少钱？黑点的1100啊！哇，这些好便宜啊！小折叠哈、要性价比高呢，这件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